你等下去哪里啊？我先聊好了。我想喝饮料啊，不然你先带我去买饮料啊。脚本没有这一段，不要自己乱加戏。嗯，好，抱歉，抱歉啊。来，准备啦。好。五、干嘛？七。欢迎收看《究竟怕什么》，我是啾啾，我是圣经。你要带我去哪里玩？我今天就是要来带你开箱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叫 WeMo。WeMo。没错。我只听过 Elmo， 什么 WeMo？ 我跟你讲 ，WeMo 它是现在就是最方便的代步模式，就是你想去一个可能不太远的地方，你又不想花那种 Uber 啊、计程车花大钱，你就可以骑这个。首先呢，你就要去下载他们的 WeMo 的 App。对，因为它就是要用 App 来配合使用，你才能租借嘛。这么酷！而且你一定要有驾照哦，不然你就是无照驾驶，就跟你一样。所以我没有办法是吗？你没办法，你会被警察抓走。没关系，我有你啦。啊，好，这是我的驾照。你看，它可以骑车前先用这个找，就是你附近停车格，因为它都会停在停车格，你就可以找它你要租的，离你最近的，你就订那一台。还有，它这边有车牌都帮你显示好，你真的不用担心你找不到车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这边按一个订车，上车前一定要开车厢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基本常识我还是懂，要戴安全帽、啊。没错，它这里面都有附安全帽，它这边有个车厢键，你就按下去。它里面还有在提醒你，是不要把手机放在上面。对，真的是不要，你什么都可以放，但你手机真的不要放。哎，好，走，我带你去兜风，我们去玩。哦耶！走走走。来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有个任务，请特价买伯爵红茶鲜牛奶少冰半茶，限时15分钟内完成 ，Go Go！我们去牵车吧。好好好。哎，车在哪呢？我们刚才不是停车吗？这奇怪，那我们要怎么找？怎么办？那我们就再租一台吧。就这一台吧，离我们比较近啊。这一台订车。OK， 10分钟以内去取车，走吧。Go。熄火。准备还车。还车。大婶，我帽子戴在头上，你还什么车啦？好、哦，对啊。应该有车到吧？还回来。大婶刚刚骑 WeMo 吗？对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我不是快要死啦、啊，被他带太可怕了。第一个路口就差点出车祸 ，Sorry。但是 WeMo 坐起来是很轻的一，对，它很轻，很好骑，很好，很安全，但驾驶不安全。抱歉。任务成功，我还很忙，先走喽。耶、yeah ，应该很累吧？对我超累。我看得出来，因为我也很累，刚刚安全帽也差点忘记。那大家下次要记得带准时收看我们的究竟开什么。拜拜。